好，各位棋友，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给您介绍这个中炮对屏风马当中的这一些布局骗招与对策。首先呢，在这盘当中，第一个棋例介绍给大家的是局部手段，双方呢是由呢五七炮进三兵对屏风马形成的。那红方第一步是当头炮，黑方正马。黑方呢，这种马呢叫曲头屏风马，就是等待红方拱奶的兵呢，在制定呢相应的这个对策。在前几局中呢，前几局中我们主要介绍的这是这个兵七系兵，列，对，七兵系列，七兵。七兵呢一般往往呢就容易形成呢过河车啊，比较激烈的这个对攻的对，场面。三兵呢，本局我们介绍了三兵的变化，这个就相对来讲比较缓和。三兵呢是一种缓攻型的这个攻招啊，红方呢老鸡小先手呢。这个逐步在扩大自己的战那么果。黑方卒三进，接下来红方马八进九，黑方象三进五。黑方补三象呢，也是一种呢常见的这个应招啊。除此以外呢，黑方要卒一进一，还有象七进五的这个选择。这个时候红方走车九进一，采用这个一个直车一个横车的啊这种攻法，黑方呢，炮八挂进进四，主动反击。黑方炮八进四呢，也是一个呢比较积极的这个下法啊。首先呢，先把红方这个二路车呢封住啊，并且呢等待红方呢就是平炮以后呢再出马啊，这个采取这个对攻。本来红方呢这个时候呢应该走红方的正招是应该走炮八平七，对，先平一招炮，这样的话，他威胁你三路马，看你这个马怎么动。你如果马三进四，他有九平六；对。你如果马三进二呢？那么你的中路中兵呢，中卒就容易丢掉，他就再走马三进四，但是呢，在本局中呢，红方没有走炮二平七，他选择了的是马三进四，直接出马。对，他直接走马三进四，这样呢，就是威胁以兵三进一。但实际上呢，这招棋并不太好，它是一个布局骗招。但是呢，如果黑方应付的得当了，红方这招呢反而还不好。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呢，黑方两种呢不太好的这个对策。那么，由于红方有兵三击的威胁，那么有些这个棋迷朋友们呢，可能就是走炮八退二或炮八平三这种示弱性的应法。我们先看看炮八退二，这样红方呢就可以呢，对此呢，炮八进四，如果先车九平六呢，显得呢不够紧凑，对，就是先长炮，这个显得更积极。一个是平炮加马，再一个将来有炮八平三，这样逼着对方呢去表态。如果你走其他的招法，我炮八平三了，一打，下步还兵三进一了。由于这个从这个度数上讲呢，黑方已经失了一些。对，如果进他而要不是退。再一味的去防守呢，应该说是更加吃亏了。所以说呢，他炮八平七，准备从这个局部上红方的右翼呢寻求一些反击。红方车二进九，毫不示弱。当然不能车二平一啊，否则他再打这再次强一些，红方呢就是太示弱了。红方当然吃呢掉，不必示弱，因为黑方呢大毕将。竟呢是攻炮难赢。现在黑方把这个红军呢再蹬掉，这个时候红方呢九九平六，不理他，继续呢展开大局。这步棋呢应该提醒一下，现在你如果要是不走这个棋呢，还有一个炮八平七的变黑化。方有这个炮二退一的这种，黑方这个这车种，炮是一个很好的对，移动。他往这边移动，对你形成很大的牵制。你进马，他炮二平八，将来他可以用车进二看。对，所以红方呢，这个容易刺控激。制局面的，就是呢走车九平六，把车呢直接占垒。那黑方要先跳个正马因为中路还薄弱。现在呢，红方走车六进五，这儿的局面呢，应该说布局呢已经完毕了。进入了中局的这个复杂的争斗，但是总的来看呢，红方这个棋呢，它的攻击潜力是比较大的。一个是将车九平七，这个马呢可以乘势呢往里踢。如果黑方马出来呢，中兵失守，工兵失守，将来还车中九兵平八，对，这个多双的手段。所以走到这儿呢，应该说红方呢也基本上呢控制了这个局面，红方占优。对，那么再让我们拿回这个棋局呢，看一下这个红方的第二种，黑方的第二种下法，八路棋局，打兵。
啊，黑方这个打兵呢也是速度太慢啊。对，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对局啊，是从这个部署上讲啊，应该说是吃亏的。对，这个叫掐窝局了。对，这个刚加里边的车啊还没有动回来就对了。这时候红方抓住战机和炮八进四，和利用变化一样，红方这个炮八进四这步棋，嗯，黑方拱卒，红方就顺势一蹬，嗯，黑方再拱，这个时候红方炮八平七一压住啊，这个将来车九平八，这个也都是先手进马，还有马四进六，这个棋呢显而易见，黑方过的卒呢对红方没有太大的威胁，反而呢子力啊出动太慢，你看黑方除了这个三路卒以外，他还走了一步跳马，一步飞象啊，这个。谁重谁轻啊？这个一目了然。嗯。好，让我们呢，再呢回到这个原始的棋局，啊，棋桌上来，看看呢，黑方走什么样的招法？就是先前两种变化呢，黑方主要是非常顾忌红方兵三击，而没有主动的考虑红方有什么弱点，而这种第三种下法呢，黑方通过这个审局。抓住了红方这个阵型不协调的这种机会啊，我们大家知道这种武器炮就是这种阵型跳点马的阵型，对，一般情况下呢这个马是个如果要是能出去的话是一个很好的阵型，那么你这个马登出去你必须用这个马在正马，对，分兵失守，对，这是红方棋形的严重的缺陷，因此呢黑方呢这炮进四呢就是因运而胜啊，这个是一个很巧妙的反击手段。那么黑方炮二进四后呢，红方呢第一个计划肯定是兵三击，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变化，这儿兵三击黑方可以把它吃掉，黑方可以当然先打一将，先打将也是可以的，先交一将，红方十四进五或者十六进五，对，他补一手士吧，黑方拱掉吃掉，好，无论你用哪个吃啊，用马吃更不好，对，他肯定是用车吃，吃掉，拆掉。这儿黑方有一个炮平一啊，接将后取，边打而怪啊，这个炮像一只长鞭子一样啊，鞭子很长，可以打到红方两个子啊，红方呢必丢棋。这儿黑方呢在找回失子后呢，可以说啊，并且多卒就占优了，多了三个卒。这红方兵三进一的计划呢，顷刻之间呢就完全呢破产了。那红方走到这儿来讲呢，应该说呢是攻守失据啊，相对来讲呢比较好一点的下法。红方如果是走到这里明智一点，就是唯一炮五推一，炮五推一，还显得稍好一点，不至于这个马上就吃大亏。嗯，但是黑方呢也可以呢通过这个平炮叫枪呢获得满意的局势。嗯，红方也只好再垫这个炮啊，保持一点攻势，打掉黑方炮五进二打，只好用士吃掉。他如果用车吃。对，炮八平五，哪个士卒呢？倒差不太多，当然还是士卒进五显得稍好一点。嗯，接下来黑方再炮八进二，这是一个啊巧妙的顿挫，要么你车回去，我车先手亮出来，要么你退士、再退炮，嗯，这变成了先手。嗯，黑方这一退炮，退炮以后呢，黑方将来啊就是盯着这个屏风炮啊抽车的棋，当然现在黑方抽呢，红方有反将，但总之这是一种威胁。红方呢现在还少了一个中兵，应该说黑方呢局面呢已经反现了。那这个棋呢哈、总的来看呢就是红方这个马三进四呢可以说呢是针对于啊黑方这个车炮啊过河啊过河炮封车的啊封锁的打破它封锁的一种常见的手段。但是他走这步棋之前呢，他忽略了他自身的这个棋形不够协调、对，也恰好呢我们给他起的名字叫做局部手段。一般来讲我们不看这一代的子啊，不看我们左翼的子，仅看右翼这个几个子来看呢，红方这个马三进四一般是争先的好的手段，而在此时此刻呢，红方呢去争先的同时呢忽略了黑方啊有炮进四的这种手段啊，这种骗招呢一旦黑方走成这个炮进四，红方这马三进四这个欺骗的这个手段呢就难以得逞了啊，所以说这个手段呢并不足取。红方这马三进四遭到黑方炮进四的反击后呢，反而弄巧成拙，反而这个局势呢跌入了这个下风。那好，这盘棋呢我们就为大家呢讲解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棋类叫贵在争先，这盘棋是有五六炮编码对屏风马挺气足形成的。好，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具体的局例，红方中炮，黑方还是屏风马。黑方同样是去头屏风马，在本局当中呢，红方呢既没有挺七兵呢，也没有挺三兵，而是采用这种呢左马重叠的这种攻法。那么对付这种直接跳边马的棋，黑方的第一感觉就是卒七进一。这挺七卒呢，就是比较效率充分的这招棋，也是呢类似阵型下的，就对付这个一个正马一个边马的阵型呢，一个良好的硬招。啊，当然红方除了这个炮八平六以外呢，还有炮。现今呢非常流行啊五七炮的这种攻法。啊，五七炮的特点就是。节奏比较快，节奏快，攻击力比较强，但是黑方反弹力呢也是比较强。五六炮相对来讲就是比较柔和，尽管他的先手不大，但是呢他容易控制。红方呢老是小先手在握啊，逐步啊这个还有呢逐步扩大自己这个先手的这个意图。那么黑方居一平二，居一平二，红方居九平八，这个呢都是呢正常的这个进程，啊，黑方呢到此呢。也可以考虑走炮八进四或炮二进四两种主要下法。啊，炮八进四的特点呢，就是说我左炮啊把你车呢封住了，那红方呢是容易这个形成互相控制一翼的变化。对，红方车八进九，那么黑方这个时候就不能炮二进一了啊，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这就是六路炮和七路炮的区别。你吃兵的时候呢，不能你看他炮六进五有一寸的哈，这黑方就要十四进五啊，这儿你吃。黑方呢可以马呢再回来，这样红方在左翼占得便宜，但是黑方左翼呢也是封住你的车，可谓呢互有补偿。他本局当中呢，黑方选择是炮二进四，炮二进四，炮二进四这个变化呢，往往形成一种大面积的一种大战场，就是双方呢一种互相牵制的一种变化。对，红方呢想出了九路车以后，黑方用右炮呢把它封住。这儿红方就得想办法呢来解开这个被封的这个形势。那么刚才我们摆炮八进四，红方选择的是车八进六，那么现在如果红方模仿这种类似的下法，比如说现在走车二进六，这个这期区就不同了，现在黑方可以马七进六，因为他请的是七卒，他的马可以跳出来。对，这个棋呢红方就不好控制。对，黑方呢有很强的反弹力，因此红方走车二进四啊，就是现在呢比较合理的一种下法，这车肯定是要抬下来的，否则他炮八进四，这棋红方就被动了。对，红方这步车一定要抬，否则这个就是两个车都受困了。黑方炮八分九，平边炮，这是黑方呢，平边炮呢也是情理之中。如果还走其他招法，红方可能将来还先手对这个，或者直接定九车。这个平边炮对车，这个是在类似局面下的。最基本的一种应用法，多数情况下都是成立的。为什么呢？使暗车啊来邀对明车啊。那么红方自然是不肯把车对掉。对，对了以后这个车呢受封呢没有什么补偿，黑方呢马上呢就有点平先了。这个时候呢就是黑方呢走车八进六。除此以外呢，黑方也可以考虑呢先补个士啊，包括黑方这个。按说这个在这个高水平棋手的对局中啊，多数都走十四进五，先补一手，先巩固。如果你走兵九进一呢，因为你将来要有马九进八扣着炮啊，黑方再把炮呢退回来。尽管这个感觉上啊，黑方在局部上失了一些，但是由于这个红方的这个阵型啊，它这个攻击力不是很强，黑方呢也不怕，对，黑方可以从容的这个应对。那本局当中呢，黑方呢不甘于寂寞。选择了这个直接的车八进六反击，接下来红方呢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走兵九进一，准备配合这个编码，雄黑的配合编码，来这个围剿这个黑方这过河炮。那黑方呢，如果这会儿走炮车二的也是可以的，就是说的，但是从格调上来讲呢，这个与车八进六呢联系的呢不是非常的密切，对啊，所以。黑方呢索性呢走车八平七，施展呢这个布局骗招。应该说的黑方这个车八平七呢也对红方呢
颇有呢精神考验。这个棋呢，主要是对这个红方的布局的这个知识上，这个考验。嗯，包括你的棋感啊，还有这个具体的，你所掌握的这个知识量啊。那么很显然，现在红方呢，主要有两种下方，一个是呢，马九进八，一个是车四平八。这两种呢，看似啊都不错，但是呢，其实呢，啊，往往这个从布局到中局转化的时候啊，只有一种招法是最紧凑的，是最正确的。那我们先来看看马九进八。对，这个下法呢，也并不是说绝对不行，但是容易给黑方呢，以呢战术机会，嗯，反击的这个机会。黑方卒七进一，黑方这个拱卒呢，就恰到好处了。那么红方这个车看着这个马呀，就显得有点局促了。这个车，我们看看它这个车只有三种选择。我们先看看第一个，这个很显然黑方有个卒三进一，对，你就白走了。我们再看一看平类，平类黑方又是进马一蹬，又是白走，仍然不行，所以他只好平在这里。这也正是红方在这里上当的原因。红方认为你拱我，我可以把车平在中间，这样的话呢，我就能把你的炮吃死。但是呢，殊不知呢，黑方呢也是啊，通过了这个精心的策划，他现在有点好棋。黑方有个非常妙的手段啊，炮九平八，这个正验证了那句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哎，就看谁呢算得更深远了。这个棋，红方现在绝不等车八进三，车八进三很简单，炮八进三，打死车以后，红方这个子力啊，这边受牵，这边受压，这个棋啊，就是啊，很难与黑方相匹敌。而红方呢，唯一抗争的手段呢，就是走马八进六。对啊，这里边呢，能够引起一些呢复杂的战术纠纷。那么黑方现在也别无选择。因为如果你逃这个马，他马不进四了，这个登上了，黑方呢这个计划就破产了。黑方也必须炮八进三啊，这个不能软弱。红方呢，有个先手马六进七登车，车二加，那黑方呢走车二加，也可以呢把这个车呢再升起来。来，现在呢红方很明显的有个马七退五，还有炮六进一，对，这两种手段。好，下面我们先来看看红方马七退五的这个变化。马七退五，黑方，炮八平五，这打车刻不容缓。红方炮五进二打一将，黑方这会儿要补下，补士或补下，要补下，不是呢，他将来有这个抽啊，要补没有必要，就补一手。象棋这会儿也可以考虑。那么马五进三，马五进三，黑方可以再继续补士。嗯，这样呢，黑方呢继续吃这个马。而且下步棋将来呢还有平六，棋平六，而且红方要补象啊，黑方要炮平五。对，这个棋啊，综合一看，红方虽然多一子，但是这条棋不知道走什么好了，可以说不好应付了。黑方呢，将来必然呢要把士子找回来，所以这个棋呢，应该是红方失败的一个图形。马七退五失败，那红方呢，炮六进一，炮六进一这是一个巧招，因为呢。红方啊，也可以说是啊，逼急了，这个车活生生的打死了，他只好呢再想办法呢，来这个解救。这儿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把黑方的车啊逼下来，然后再马七退五，马七退五。这儿黑方炮八平五一打将的时候呢，炮五进二，哎，红方炮五进二，这样的话黑方就不能补士象了。哎，如果你补士象，假如我们补个士啊。或者不像他有一个马五退四，对，叫将抽车的变化。通过这个战术手段的红方要得子，对，因此呢，黑方这个时候的六妙手，他走呢车二平五，啊，这是一个特殊场合下的手段。因为这个车丢啊，与其这个车丢，不如把这个车丢，还能啊，这保证呢黑方这不丢子，啊，红方呢，也只能先把这个车这个炮呢先吃掉。对，啊，这个。黑方马七进五一蹬，啊，红方呢不像这个车呢可以不急吃，先补一手，黑方平卒，啊，红方这会儿就只好打了，黑方再补一手象，这样这个形势呢，啊，进入了残局的这个争斗，
这很明显，黑方呢多了一个过河卒，肯定是黑方占优。黑方好下一点。啊，所以说呢，这一路变化，红方马子进八呢，当然这里边还有许多呢复杂的这个战术手段，但是最终的结果呢，黑方是非常满意的。那红方马子进八，你这属于上当，啊，没有看透黑方啊这个炮九平八的这个战术手段，主要是没有看见这一轴棋。如果我们这个棋手有一种良好的棋感，也应该能预见到这个危险性，因为你进马的话，黑方这个卒棋进一是破绽没结子的威胁，所以说呢，你要对车的话呢，起码你可以避免黑方这步先手，同样是这个攻击黑方二路炮。对，这个呢是一种棋感啊，刚才这个严大师呢给大家讲的，这是一种棋感。当然，我们很多这个棋迷朋友呢，还不具备呢这么丰富的这种感觉，他还要拿这些具体战术呢去验证啊。啊，就是说呢，这个车呢离黑卒近，你这一跳马啊，这个车的活动空间就小了，容易给黑方呢战术利用的机会。因此呢，红方呢不上当的招法，或者说回之以最有效的反击，就是车四平八，啊，这是针锋相对的下法。此时此刻呢，黑方呢就只能走车二进五。对，就要进马九进八，这个呢，双方是都带有强制性打中兵，他这个炮也只好打中兵。那黑方呢，这里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战术手段，如果逃炮的话，这个炮呢将被呢毫无代价的多次往八推七啊，这是形成了围困。你把将，这个换掉，还误以为没事儿，就吃掉。这个车呢又风险低，现在红方这个炮不用闪，而是向后退一步，用马登车，你的车无论退一退二。后手炮啊，一打你，你这个车呢就成为红方的这个盘中餐了。对，所以这个棋呢，黑方炮二平五也是呢几乎是没得选择，只此一手，直接打将。那么红方呢也只好把它拆掉，如果你要不是的话，他炮五退二或炮五退一，这个中炮立住了，显然对红方呢没有什么好处，所以红方呢用三路马交换，红方的三路马并且是个弱马，这样呢通过这个转换呢，红方呢还获得了这个先手，进马一枪。现在这种阵型主要是黑方啊这个中路比较空，红方呢可以趁机呢获取这个利益。尽管现在盘面上黑方多了两个卒，但是红方呢这个子速啊比较好，子速度比较快，黑方也只此一手推车。红方马六进八，直接呢扑向了这个草马啊，这个对黑方呢构成威胁。那黑方呢走的也很稳当啊，他对此呢也只好这样，没有什么更多的顾忌。这个如果先炮就推一啊不好啊，这个我们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一将无论你怎么硬，它都是对，你一打你要超将的话，一打马它就杀双了，所以黑方十六七五呢是较为顽强的下法。红方如果是这个时候叫将当，暂时没有棋啊，黑方也有巧妙的应对，黑方可以将五平。在本局中呢，黑方走的是红方十六进五，十六进五，对，先补士。我们先看看这一路变化。先跳将呢，由于这个没有补士啊，你这个中炮的活动余地就小，跟你这样子下，它可以直接给我打马。这棋呢，看起来叫将很厉害。叫将呢，黑方呢一种可以垫车，一种还可以垫马啊，对。电车你也没有气，你电炮我还一对打，对，炮九平的对打。当然我现在呢，你中炮离不开呢，我就直接马进一对就可以了。这个红方反而没有气，那红方如果这个时候再进车，就说接一巡和再进呢，这里边有一些顿挫，但是黑方呢也有一些抗衡的手段。对，这个时候如果红方吃马，黑方杀士以后啊，补一手象或者马进一六。这棋很复杂了，补一手象，把这个车呢关住。红方虽然多个子呢，但是这个位置比较差。大家看一下这个演变的棋图，黑方补一手象，红方这个攻势暂时呢无法展开，而黑方呢现在还多了两个卒啊，将来红方这个士象也不整，这个棋啊红方是不是能够占优啊，也是个疑问啊，就不好说了。这个棋从形势上双方呢都难占优，所以说呢，这里边的黑方呢，这个骗招呢，它还是有一些这个机关所在。红方呢，
当然最冷静的下法呢并不是啊去握一将，而是呢采用了直接呢试溜进五的这个手段，看黑方呢怎么去守。那黑方当然现在他就是不能呢在这个在无视这个马八进七的危险，黑方只好向炮九退一了。这个棋啊乍一看啊红方没有突破手段，黑方这守住了下步棋再补象，这红方怎么去攻呢？这个车也掉不过去也赶不及，但是就是在这个看似平淡的这个棋子当中啊，红方呢突出妙手走了一招啊马八进七。我讲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经常也只好招法吃掉，如果你出将的话他再捉你马啊，他都不了一手试都不试了，你进五平六就不存在了，这样红方就得子了，黑方只此一手炮九平三打马。这个时候呢红方呢就不再走七八进七了，进七就没有用了，嗯啊这个效率就低了，黑方可以补象直接七八进八把炮的捉死，先进后取先进后取，黑方呢只能卒三进啊，否则这个这吃炮以后这个马呢还捉死了，嗯红方就把中棋捉，那黑方马三尖只能马三尖，这个时候呢红方呢聚棋把黑方底象杀掉。这个棋呢到这儿呢又进入了啊一个崭新的这个阶段，现在呢就是说黑方虽然夺卒呢但是由于缺象，嗯而红方的兵种正好是双炮，那么缺象怕炮攻，嗯对，俗话讲叫缺象怕双炮。这个将来红方虽然少兵，但是将来这个棋啊是大有所为，假如红方马上进三，将来红方还有炮六平八啊，你马三尖再炮八平九，这个逐步呢向黑方阵地呢渗透渗透，哎黑方呢这个残局呢下起来还是比较吃力的，应该说红方是占有这个优势局面。那这个棋呢总的来看呢就是说双方的战术纠纷呢是比较明显的啊，当然红方这马九进八呢是失败的这个招法啊，车子平八这是冷静的，特别是这个马八进七啊，我想能给我们广大的棋友朋友呢提供一种新式的思维，就这种强赢的先棋后取之后呢获得这种的优势的这个局面，这种手段呢我觉得呢也很有启发意义。黑方的这种骗招之所以会失败，主要是因为呢他对这个中路比较空虚，对他禁锢的自己的进攻，嗯，而忽略了防守，对他的反击节奏有点太快了，对吧、啊？本来应该作为后手棋呢，应该先稳扎稳打，之后呢有机会再进行呢反击。那好了，这盘棋呢，我们就为大家呢介绍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棋例呢，叫做连环杀手。啊，双方呢是由呢五七炮对屏风马呢形成的，炮二平五，红炮左中炮，马八进七，马二进三，车九平八，车一平二，马二进三，马二进三，七头屏风马，红炮马八进九，卒七进一，黑方呢炮八平七，走的是五七炮啊，五七炮呢最近以来呢可以说是在这个全国高水平的这个大赛当中呢运用的频率都非常的高，也是当今的热门的布局之一。接下来黑方走炮二进二，除了炮二进二以外呢，黑方也有车一平二，车一平二啊，红方车九平八，之后黑方呢再采用炮二进四与炮八进四啊，多种这个下法。炮二进二，它是炮二进二这个下法是一种防守反击，在这个他准备在这个迫使红方过河车啊，嗯，然后他马七进六。它在这个沿河线啊形成这个马炮阵地，嗯，接下来红方车九平八，车一平二，车八进四，红方的这八路车呢也及时呢涨到这个沿河阵地，它主要是加强这个控制黑马、啊，嗯，接下来黑方象三进五，一般来讲呢，红方呢这个时候啊比较稳健的攻击的方法是走兵九进一，兵九进一。还有现在这个新式的形式的直接卷二平车掉马，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严厉的这个走法啊，就是等红方马六进九，红方再走车九平二啊，这个又产生了一些新颖的这个变化。那本局当中的红方走炮七进四，
这招棋呢，应该说是一种啊冒险求变的这个下法。他这个肥炮击兵，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打掉黑方三卒以后，鼓励黑方的和后王。由于黑方有三卒，他可以通过朱三机来对他形成保护。打掉他以后，这样的话呢，黑方骑了马就容易遭到攻击。这种变化呢，也必将引起呢双方这个更为哈尖锐化的这个争斗。接下来黑方走卒七进一，这势在必行，否则对卒二平四或者卒八平四，对黑方挺起卒，嗯，啊也毫不示弱，卒二十四，嗯，接下来黑方马了进七。作为先手棋来讲呢，啊，如果现在红方走卒八平三，这个棋啊就显得啊味道不足了。那么黑方可以简单的通过进马换炮，对马蹄有一蹬，啊，飞掉，红方只能拿三小飞啊，因为卒二进三抢先。这左红方这个炮呢，如果这么看住啊，这个车炮也吊死了，而且将来黑方还有炮二平三，嗯，啊，黑方只能退。然后黑方呢，炮八进五或炮八进六啊。总之呢，黑方这个棋呢比较有活力啊，将来呢有车八进七，如果进到这儿呢，将来有炮八平九，对红方呢。啊，有比较强的这个牵制力。显然，这个变化不是红方打兵的时候所要达到的这个效果。嗯，红方这种下法呢，就显得呢，自己呢没有什么攻势了，反而给黑方呢反弹的这个机会。前面我已经讲过了，他打兵的目的主要是鼓励他的骑路马对他进行攻击，所以说走到这儿的时候呢，既然想攻击他，就不能让他形成对换，所以红方炮五退一。嗯，晨炮退一步。那么接下来呢，准备他现在在准备吃兵，这样的话你的马就丢掉了。嗯，黑方呢走炮八进五，那么黑方也不能示弱，对，炮八进五，黑方也要呢把子弟呢逐步向红方阵营渗透，来制造一些反击的机会。那么下到这里呢，红方也只好车八平三，如果他飞象的话，那么黑方很从容的卒七平八，对，甚至黑方呢将来还有这个一马啊换双向的这种手段。所以黑方呢，所以红方只好吃掉进炮以后，红方就车八平三吃掉黑卒。这个时候黑方呢利用红方这个阵型上的弱点呢，把这个马呢打掉的好处呢就是呢可以发挥二路炮的作用。嗯，因为这样如果你要吃马啊，黑方将来这个炮二进五一下再炮一进二啊，这个双炮夹击啊黑方受不了，所以只好飞掉。所以红方必须得消除红方这个鞭炮。这个时候黑方炮二进五叫一将，红方再推响回来，形成这个局面以后呢，大家从盘面上看，冷眼一看呢，好像是黑方这个马已经被捉死了。嗯，黑方这个马是在劫难逃了。如果你车八进六的话，红方呢也可以退车，也可以车四平二对车啊，都可以把你的马呢完全的呢消灭掉。但是呢，黑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啊，因为他吃马的时候毕竟也影响度数，他利用这个机会呢可以发挥这个底炮的作用，嗯，对红方这个进行攻击。可以说呢，红方这一系列的这个走法呢也是很有这个欺骗性的啊。这个倒不是具体的一招两招，而是这一种构思呢啊有欺骗的性。就是说从他在炮击三兵的时候，炮进四，嗯，啊，就是说的蓄谋了走到现在的这种局面啊，也是对黑方呢形成了考验。那黑方呢这个第一感啊往往就是说，哎，我的车呢怎么尽快的到肋上来啊攻击黑方这个底势，因为恰好红方呢是窝心炮啊，很多棋手自然就会想到第一步棋，哎，我进车捉马是一个先手啊，下步棋你吃我马我就正好卡肋杀你了。殊不知呢，这个呢正好是红方所精心设计的圈套。在这里面我要提醒各位这个棋迷朋友们，就说当对方给了你一个明显的机会的时候，而对手的水平又不错，这时候你要好好考虑。对，就是他在走这个变化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考虑到对不起。对，这个要有一个反向思维啊，三思而后行啊，这个总是正确的，不能让仓促行事。假设你现在走出车二进七来了，那这个棋呢你不知不觉的呢啊就进入红方所设计的轨道上来了。那么红方相当于吃马吃掉，嗯，
黑方满以为呢形势一片大好啊，平局着势，以为红方没有办法了。嗯，那红方呢借力使力呢，这个在黑方意想不到的地方，嗯，炮进五，先打一下中卒，那黑方也只能蹬。黑方蹬掉以后呢，红方不是，这也是必须要走的，红方试着进行补。那么下到这里呢，黑方感觉我接走局四金，这样你不能吃我的马，你如果吃我马，我有车八进八，这个典型的大刀文心的耍、嗯、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说黑方除了蹬以外呢还有一种变化，就黑方呢走一招补士啊，这个也是红方呢可以稳获优势啊。变化是红方知士啊，这士一定要补，不能让这个穿透，退居，退居的时候红方呢居三平，居三平四叫杀、嗯、或者居三进三、这都可以、啊叫杀的道理也是一样，他逼他吃进这个呢更稳，如果你居四平三吃这个炮五退二，对，这儿你再杀这个呢他对居，红方居四平一对居，也是红方呢拥有呢非常强悍的这个先手啊。所以打将黑方为了这个争先，他把他菜着，他认为你如果吃完，你如果不是啊我进居，嗯，当然这是红方是必须补进居，你如果吃马我居八进八、嗯、好，我们看看这个变化啊，如果吃这个黑方居八进八，很明显现在要这是一个杀招，嗯，红方这个中士呢虽然有马保护但是不管用，嗯啊，这个棋很头疼，如果红方出帅，黑方呢也是把他杀掉，对，同样不能阻止杀棋、嗯、你马三退五蹬，我居四进一将啊，这个叫倒背手，也叫缩金内箭、嗯、啊，这是一抠杀，这个呢也是典型的这个杀势，一个局炮杀掉双局马炮，嗯，这个棋呢也是一个立点。那假如杀这个时候你卖个破绽送车吃，那黑方对你就不理了，为什么呢，你如果飞了的话你一将用炮打回来，对啊，还可以解救，但是黑方不理的情况下呢红方是无可奈何，所以说黑方呢也还以为呢自己有反击的能力，但是红方呢啊还是棋高一招啊，他先出帅，他先杀你的士啊，这个棋就是双方的算赌看谁深远，而红方呢恰好呢就深了这么一步。在这里呢我跟大家交代一下，我用这盘红棋啊在实战之中啊我就曾经这样赢过一盘，哦，就是这个次序，我记得好像有一个退役大师哈、啊，这在这个快棋当中啊也是这个遭到了败绩，对，因为这个快棋吧他没有准备，时间比较短，嗯，所以一个非常有名的退役大师，就是看来这种骗招啊是比较深远的，对，即便是国内的高手啊顶尖的高手呢也会有上当的可能啊，当然大家通过这个的这盘棋的这个学习呢自然而然就会了解这一招棋了，你就知道呢怎么去应付它了。红方出帅以后黑方只能指示，嗯，红方再吃马，吃马，这个出帅跟补士做了交换以后这个棋局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嗯，黑方再走车八进八的时候呢黑方也只有这样的，嗯，也别无选择了，车八进八，红方呢车五平四，再把车呢让开，如果黑方现在出帅必让一招呢红方这个两个车可以一连，对，下步准备对车，嗯，这个棋你还得退后再打双车啊，打双车这个红他可以这样子连啊，对，不给你机会，这么连不好，对，嗯、一个车四退二的连，对，这样就保险，你没有打双车的棋了，对，啊，退车连啊，千万不要进去，进去连还有麻烦，嗯，退车连以后呢，下步棋我有带将的逼对了，那黑方的反击呢就出兵瓦解了，那不出帅，如果他直接吃掉呢？嗯，那红方呢有一个车四进三杀敌士，对啊，先接后取的妙手，黑方也只能士五退六，老平中炮叫将，你还不能支持，支持就将死你了。嗯，这个时候用炮呢打回来，黑方再车杀将的时候呢，红方上帅啊高枕无忧啊，就没有这个手段了。对，因为这个马没有蹬回来，守住这个视角，这个底士这一点了。这一期呢，红方呢现在净多一个马，还多出两个兵，尽管他少了两个士，但是黑方呢缺乏有力的后续手段，所以说这些红方呢
已然是这个胜势。所以这个变化，局二进七就看似紧凑，实则呢，这步棋正好是中了红方的计。嗯，这个棋呢，足以呢，这个唤起呢，引起我们广大这个爱好者的这个注意啊，因为这个局面呢是一个常见的这个棋局啊，这个是双方呢就不经意间呢就能把这个棋呢走到这里来，看似是不经意的，实际上呢红方呢一般他走这一棋呢会有备而来，因此呢值得呢警惕。那黑方比较好的下法是什么？是什么呢？就是进七不行，进八自然也不行啊，这个道理呢啊，进八它很简单，它有对炮平七，炮平七它可以挡住你。那黑方最好的下法就是车二进六，朴实无华啊，就是准备吃你兵杀象这种手段。而红方呢又没有好办法，如果红方兵七低啊，现在在车二平四，这招就厉害了，这期红方就难以应付了啊，这红方这挡不住了这个。那红方呢现在唯一的解围的招法就是走车四平二来逼对这个局。这步棋从局部上来看也确实是不巧妙的手段，嗯，局部好手啊，局部的最好的手段了，也是当时的唯一能够解困的一招棋，否则让黑方这个兵一杀啊，这个炮又在嘴里，象又跑不了，不堪设想。那黑方也局八进三对掉也是势在必行，红方从这边打中，这样黑方的马仍然逃不了，他走车二平三来杀兵呢，杀象。那么红方这个象呢也没有办法，对他连不上飞象的话他直接就拆掉了，所以红方也只能就这一尺啊。这一段呢双方的招法呢都带有一定的这个必然性，像红方平炮平一，这样呢黑方啊也没有子呢可以抄，所以黑方呢再把这个马呢投入战斗，将来有机会呢再马进四啊，来车马炮呢形成连攻之势、啊、虽然红方呢也多一个子，但是红方呢也是这个受攻的局面，这种局面呢红方是很有顾虑的，应该说呢这个棋局的至少说是互有顾忌，作为黑方呢也是比较满意的啊，能获得这种与红方这个争锋的完全的不错的机会啊，也是应该满意的。作为这个先手方走到这种局面呢这是很多这个高水平棋手呢不愿意看到的，对，因为你先手棋嘛，没有必要啊做这种没有把握的这种争斗。那应该说，红方这种骗招呢，是建立在啊这冒险求胜的这个基础上的啊。红方自从这个炮击进四开始啊，这招棋以来呢，他就策划了这个骗招。当然走到这儿呢，红方呢难能满意。那这盘棋呢，就是里边也有很多战术手段呢，值得大家借鉴。这是首先的一个问题啊。另外呢，这个火候啊，包括一些的思维的方式啊，红方很明显的这个机会是不是给你啊，刚才严大师呢已经向大家呢着重的做了这个介绍，这个呢不仅是有一个具体的战术，还有一种思考的方式方法，也值得大家呢这个注意。那好的，这个举例呢我们就给大家呢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棋例叫稳步进取，这个局面是由中炮横车骑了马对屏风马飞右象形成的。好，我们看了几局这个直车的棋以后呢，再看一局呢横车的这个棋。红方先挺骑兵啊，这个呢就是有意呢形成了这个进骑兵进骑了马的这种棋。红方先挺骑兵呢就是保留这个车的选择权，它可以根据黑方的动向来选择直车或横车啊，这个也是一种的缓攻型。那么除此以外呢，就是黑方走出一进自然是正招，还一炮八平九，对，形成这个三步虎。对，三步虎呢就是说的左车呢速度比较快，但是右翼的子弟呢动作要稍慢一点，这个呢就是各有利弊的，这是一种布局的选择了。那接下来红方走马八进七，黑方马二进三，堂堂直阵。对，这个呢正经八经的啊，这个屏风马这个阵势，红方这局也是在全国大赛当中呢，包括很多业余棋手呢出现非常多的。红方这个时候呢长巡逻车，除了长巡逻车呢，当然也有横车巡逻炮啊，这个有很多种下法。现在黑方补三象，
补三象呢也是比较老式的这个应法啊，最近一段呢黑方补七象的下法呢也比较多。补三象呢是一种带有这个对攻性的下法，变化比较复杂。补七象呢相对来讲变化少一点，比较稳健一点，嗯，各有利弊啊。还有马七运八啊，这个马七运八就比较少见了。对，马七运八这个就是属于呢比较偏了，因为将来红方有炮八进四，直接攻于这个中卒。比较正规的变化吧，象三进五和象七进五。接下来红方继续拼四卡肋，这个卡肋呢也一般呢是要卡在自己的右肋，如果卡在左肋呢，那么黑方可以马七进六。对，这样呢显得红方啊这个左翼子力也有点过于这个集中了，并且使黑方的这个这一翼的子力比较活跃。对，他这个车平四呢很明显，你这个马上不来，对，那么我要把你这个活马控制住。对，这是比较符合其理的。那走到这儿呢，黑方呢也出现多种选择啊，炮八进二，炮八平九，还有包括我们本期要给大家介绍的士四进五。就是说刚才前面我说过这个象三进五，它的变化比较丰富，你看炮八平九，炮八进二都是很复杂的、对，这都可以，士四进五仍然进五，对，也很复杂。那接下来红方走炮八平九，嗯，红方的这个呢也是自然的下法啊，准备呢把左车呢亮出来，来呢威逼呢黑方的右翼的这个子力，啊，黑方这个时候走炮二进四，啊，准备呢跨炮过来，准备打兵或者压马，红方七九平八。这个时候呢，应该说正着黑方啊，就是走炮二平七啊，这是最为多见，这样呢形成呢双方啊对攻翼，对。你飞向黑方的中车卒，这个棋里边有非常复杂的这个变化，红方车八进七捉马啊。对，如果你飞向的黑方将来有炮八进七啊，给你这一将的这手段，也有炮八平九。对啊，炮八平九是比较含蓄啊，炮八进七呢图这时之快呢往往呢没有很好的后续手段。总之呢这个变化呢双方就是形成互攻一翼，红方也是攻左边，黑方也是攻左边，双方这个说均有机会的一个棋。那当红方车九平八一捉炮的时候呢，本局呢黑方走车一平二，可以说呢开始实施的布局骗招。他的意图呢就是说保留这个炮二平七的这个机动灵活性，他认为他需要的时候再打，因为他最关键的他出去以后他是看到了红方的后续，红方肯定要走。对，马七进六，因为红方除了马七进六以外也没有更好的棋走。对啊，走其他棋呢都难以呢保证这种先行之力，那么他就利用你要走这步棋的后续，然后接下来走炮八进六。炮八进六，这个车一平二炮八进六，这个都是黑方呢预谋的啊，预谋的连续的这个手段，有计划的。他的想法呢就是进炮把你这个象眼来卡住，你一出兵的时候我炮二平七啊，这样形成对攻。如果你要是兵五进不让我打兵，还有炮二推或者直接将，这个棋不好，因为红方还有在炮五对吧，那就是说都有存在这种可能。对，还有炮二推一样很简单一点就可以。那么以下呢红方呢就主要有两种下法了。第一种啊，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兵七一，这是红方呢认为有便宜可占啊，这个兵不就冲过去了吗，实际上呢正好了中了黑方的下怀，炮二平七，平炮雅，这是打象先手。当然红方呢杀将带将呢把黑车杀回，黑方马三进二一蹬。那么现在呢红方就是面临两种选择，一个是吃兵，一个是退马。吃兵呢肯定是太危险了，因为黑方一打象一将炮七平九，将来这个平炮，将来这个还有一个生力军，这七卒一过来，红方这个三路马也危险。那你如果退马，那就这个兵就白丢了。是，那正好黑方呢属于这个红方这个兵七军，可以说呢计划呢有欠周密，在这里你就先损兵折将。那他也只好退马啊，两全相害呢得其轻，只好先退马。那黑方这个卒三进一呢就拱过来了，红方现在可能要打边兵。打边兵，因为黑方看起来这一带呢也比较空虚，红方认为呢我也可以形成一定的攻势。那么好，我们就给大家呢推演几步，对，马二进一，这是关键啊，不能让他炮九进三。对，你要是马二进四的话，将来红方平局以后将来有可能下底车啊之类的，
马二进一是稳健的下法。马二进一他居四平八，他认为这个将来这啊也多少有点棋啊，一别马将来这个马六进七啊等等吧。但黑方呢也呢毫不示弱，居八进五反击。那红方这个马也没有好的去路了，也只能马六进五。如果他进八的话，黑方退象。他如果他现在也有这步啊进八，但是啊黑方可以轻松的退一步象。这儿呢红方这后续没有手段了，这个马的位置还是很偏离。最关键是这个马这边使双劲儿，将来这一边呢很难解决，这是后遗症。对，所以红方呢马六进五相对来讲登陆兵呢会稍好一点。黑方马七进五，这欣然接受红方跑进四。红方呢本来以为啊这个棋呢形势还不错，下步棋还盯着这么一个捉马，嗯啊，但是呢黑方呢立竿见影，有一步非常巧妙的转换战术。嗯，他呢直接的就把车呢摆头了，摆头这个牵制、嗯、让你吃炮啊，让你吃炮。如果你去吃马呢也好，吃炮也好呢，黑方都有车圈儿，这多双的吃马显然不行，吃马的退炮打车了、嗯、就是说你如果要逃这个炮呢，黑方八路炮呢也可以安全的撒回自己的阵地啊，来守护住这个边马。而红方这个阵型啊也非常的松散，黑方的这两个卒子，三七卒子很大，嗯，要比这两个兵呢要明显的强劲一些。对，所以说黑方是居八平四是好棋。走到这儿呢，红方呢可以说先手呢，这个丧失呢表现的呢一清二楚。啊，这个棋，这一个变化，红方兵七进一呢属于上当的招法，啊，让黑方的骗招呢得逞。好，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棋图呢再摆回来，看看红方应该运用什么样的对策来对付黑方的这个炮八进六啊这个骗招。好，现在呢刚才我们给大家讲兵七进一啊，这个呢是成算不足啊，反而让黑方呢有了更好的机会。现在呢红方的主攻目标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在黑方的右翼。那么兵七进一刚才从这个战术中讲它不成立，嗯，其实呢红方不用走这种招法，不用走这么显得非常的猛烈的招法，对，直接一点简明一点，马六进七、嗯、对，把这兵吃掉，同样能达到攻击黑方右翼的这个目的啊。我们给这本局棋呢这个起的这个名字呢叫稳步进取。实际这个对策的红方就是啊，对于黑方的这种行动啊，对他置之不理，这个也不方呢是一种高明的策略，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如此。很显然，现在呢，红方如果假设我们这步棋黑方不走棋，那么很显然红方有一个马七进九这种对入侵手段，老盯着这种手段。你绝二进二的话，他这个有一砍炮，对他居八进三去车。你这样不能吃车，吃车的跳一将，对，杀棋这就杀招了。嗯，这握一将啊，这个永远的劈死你。如果吃马的话，你的车吃暗了。对，将来红方啊，这个，可以啊，这个车啊，也可以解决。炮五平七啊，炮五平七，兵九进一啊，对，兵九进一也非常锐利啊。总之呢，这个棋呢，黑方呢，你遭到红方这马六进七，就黑方就是比较麻烦了，黑方不能熟视无睹。嗯，那黑方呢这里边有两种下方的，也是、嗯、一个是炮二平七，一个是卷二进三。嗯，我们先看炮二平七，这儿红方呢再插脚。跟第一个变化相比呢，第一个变化红方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象的问题，一个是兵的兵的问题。现在红方变得简单了、嗯、他只需要解决象的问题啊，这儿与第一局啊里外里就差多了。红方走了一马的进行很有效率，上不行，红方不但没有效率，还白送了一个兵给对方吃，所以可见得这个变化与第一个棋图就天壤之别。那么黑方呢就会陷入被动，黑方这个棋就不好下了。到现在，对，下步红方有打边兵，打边兵，而且黑方有吊车的，很难以防御啊。黑方如果马上你看将来红方这马七进九、嗯，马七进九，这个穿插进去了，你将来一退炮手呢，我可以在车四。啊，近期卡住你，一将要吃象，将来又挂了一炮，这个棋啊，黑方呢就比较头疼了，啊，这是
明显的黑方呢这一带啊非常的空虚，必然是遭到这个被动挨打的这个局面。显然他这个打兵是现在已经不成立了，那么显得稍微顽强一些的呢，就是黑方呢阻止，为阻止红方这个马七扭的好侧西而走卷进三。嗯，当然卷进三以后呢，他也出现了一个弱点，就是他这个局也没有根了，那红方呢就可以炮平西了。假如这个局有根，他可以黑方有一些闪击啊，那红方现在炮平西呢，可以说恰到好处啊，有力的支持了这个前马，并且还富有这个马拐象的棋，一蹬象再打马，那么黑方也不能这样子被红方钳住，所以他他也承诺一招双解，既避免你菜象，又可以呢使局生根，保留这种反击，这也是局部好手。嗯，但是呢虽然有局部好手，但是整体上来看呢黑方已经亏损了，红方就他毕竟是他这个子民是在向后退，红方呢就可以很从容的补一手象。那么黑方现在如果要是如果打兵的话，红方可以，对，我们给大家摆一下啊，黑方看起来这是好棋，实际红方这个车不吃，这个车啊来一个霸王车，这黑方只能接受，接受完了以后啊，这边的空虚呢不能够改善，即使你八路炮能退呢，但是将来红方啊兵九进一啊，啊炮九进四啊，这个棋呢黑方是啊这个一面的官司被动挨打，而红方呢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这个棋呢红方的前景是非常的美妙的。那走到这里，由于黑方这个不能打兵，因为打兵说他的右翼过早的开放，容易受到攻击，但是呢他这个其他的子力呢也很难向前推进，他这个炮现在反而变成一种负担。嗯，所以说他只好走退炮，炮炮退一，这样的话他可以活动这个八路车。嗯，这个时候呢红方呢就可以呢啊局四进三，采用了这个稳步进取啊，继续贯彻这种意图啊，黑方不能这样子。对，黑方如果现在打兵的同样是将来这边啊太空虚啊，这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啊，黑方呢也不肯打，他都马七进八，这儿红方局四平二，他想利用这种拉锯战啊和红方这个对抗相持吧。嗯，如果红方对角这个车啊，红方这个车暂时呢不好冲头，所以黑方呢还有呢抗衡的机会。那么红方现在不理他，红方如果再走在这里呢，他还马七进八，对，这形成不变作和。是，这儿红方呢就是提前的把车呢回到就二平，走到这里呢就不通了。你如果再走马七进八，红方有车六进四，对，你这八路炮反而回不去了。对啊，所以这个时候黑方呢也很无奈，他走炮八退四呢试图打马，但是呢他本身他的二路炮也在红军的牵制之下，所以红方可以不理他，就兵三进一，消除呢这个三路马不活的这个弱点，也是红方盘面上呢唯一的这个弱点啊，可以啊逐步呢向前推进。当你判断一个形势的优劣，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说在你的阵型之中最弱的一环，如果你把最弱的一环给它走畅，嗯，在双方没有这种尖锐斗争的时候，对，忙里偷闲，这就证明你的局面已经占优了。嗯，那现在呢我们再给推荐两招也无所谓啊，红方呢这种优势呢是明显的，他如果换掉红方一吃兵拱还好，他如果不换就八进四啊，红方也可以呢就不理他，再把这个边境呢再打掉，这样红方呢啊已经净多出两个兵了，现在已经盘面上的已经非常清楚了，红方已处于稳占优势的这种状态。嗯，那这盘棋呢最主要黑方呢这个反击啊这个骗招的这个手段啊是建立在红方啊犯错误、嗯，主动出击的情况下，对，而红方呢采取一个稳步进取，对他置之不理啊，黑方呢反而呢陷入了尴尬的这个境地啊，红方这种策略呢也是可以说呢是一种非常高明的策略，并不是力战取胜，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个里边有很多这个问题啊，这个很多这个技巧啊跟这个思考的方式呢值得我们大家呢去